한국으로 데뷔해도 될 것 같아요. 他说他可以来韩国拍戏，很想合作的那一年。班祝贺，韩国文，你的菜是不是？对，班祝贺。下一步我，5521。今天老师对，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进入韩剧里面，因为他讲话的时候你要回，对，我说韩剧里面的人。我觉得是韩文讲会怎么样？子期韩国国内，我觉得阿祝 훌륭했어요. 他说非常厉害。子期韩国 발음도 좋았고, 그 다음에 계속 그 한국말로 대사 연습하고 혼자 그 되게 감동적이었다고. 听得懂吗？对，讲话就是很顺。没有，他说他没有，自己这样难这样。啊，对对，就这样喽。他说他的发音很标准，然后就是戏跟戏中间，他都一直在自己一直练习，一直练习，他觉得很感动。대박에서아직포스터시도남았는데真的。听得懂，这句是什么？这句是我在台湾还有季后赛。我输错了，我输错了。日常一点，我输错了。老师叫你讲，我输错了，我输错了。我今天老师有教我讲那个，我输错了。哦，哦，지금상황이정말어수선해서저도잘한국으로데뷔해도될것같아요他说他可以来韩国拍戏。韩语，而且我讲完韩语，我自己练会的时候，自己也吓了一跳。我说：“哎呦，其实记得起来哎。”原本一开始我觉得我完蛋了，我还跟导演说：“导演，还是如果大不了就是一颗卡一颗一颗这样。”后来就还好我背起来，就是大不了一句记录这样。对，如果真的有机会来韩国拍戏，我很想要合作的那一年。男祝贺，韩国文，你的菜是不是？对，男祝贺。下一部2521。前面老师对戏，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进入韩剧里面，因为他讲话的时候你要回，对，你说喂，我是韩剧里面的人。嗨，大家好，我是吴宗宪 ，Jackie Wu 宪哥来了。我是哪个？我是徐乃麟。我是小 S。我是姜文雄，是我爸上陈美凤。我是黄静莹。我是郑武成。我是孙艺腾。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我是艾薇。我是蓝安。我是 Weekend。我是林真义。我是志清。我是陈君。我是陈德玉彤。圣诞跨年又到了，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冰红的话呢，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用点心思，用点情感准备的，厉害啦！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上三立新闻网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我的礼物非常好，很健康，很有 feel 的。